家带来的是一个风车，表哥，你会坐风车呢？那当然了，我先去准备一下素材，有转轴方块、电池块、显示砖和曙光方块。表哥，我们为什么要用到曙光方块啊？这样我们晚上也能看到这个风车了呀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我们就去制作吧。首先，先来放8个高的岩石砖，在7层高的地方，向两侧各放一个岩石砖，找个转轴方块放到4个岩石砖上。表哥，你为什么要放4个转轴方块啊？这样做出来的风车才好看呀。在每个转轴方块上放4个岩石砖。表哥，你确定放岩石砖真的好看吗？你如果不喜欢，可以换成你喜欢的方块，好吧。现在我们在每个岩石砖最后一个放上一个曙光方块。表哥，放完曙光方块，我们的风车是不是就要完成了呀？对呀，现在我们在转轴方块中间放上一个电池块，这样我们的风车就做完了。表弟，你觉得好看吗？我觉得好看，小伙伴们觉得好看吗？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小伙伴们还有什么想看的视频吗？